咁第一個 job 咧就係我哋嘅旅客服務主任。咁旅客服務主任咧，係其實負責我哋喺 check in counter 同旅客辦理登機手續。佢哋亦都會負責咧，就喺來港啦，或者係離港嘅閘口做好多唔同嘅服務性嘅一個工作嘅。咁喺離港同埋抵港嘅時候咧，有好多客人咧，好可能會有好多唔同嘅疑問啦，或者需要人嚟幫助啦。咁我哋啲同事咧就會係做呢一個 ambassador 嘅一個角色，咁令到希望我可以令到離開香港嘅旅客咧有一個賓至如歸嘅感覺。我哋希望佢係可以係中學會考，又或者中學文憑試五科合格啦。咁嗰五科應該要包括中文啦、英文啦同埋數學嘅。咁因為其實咧呢一個行業咧係會應對好多唔同突發嘅事件啦，亦都會對好多唔同嘅人或者旅客。咁我哋希望佢可以喺人與人之間嘅相處咧係有一定嘅程度。準備有兩個方面啦，第一個方面就係、其實喺呢一個航空業入邊，佢對航空業嘅一個 understanding， 究竟佢想佢知道啲乜嘢嘢，佢想去到一個咩地方？咁我諗呢個係緊要嘅。咁另外當然係需要知道 HAS 呢一間公司入邊 Sammy 嘅 information， 佢都要知道咯嚇。咁我諗佢哋做咗呢啲 research 嘅話咧，其實又有熱誠嘅話，咁我諗我哋應該係十分之十分之希望他們可以來投入我們這個大家庭的。